韩家祥啊，系啊，其实上次咧喺5月28日咧，嗰场气氛好好，同埋唱完之后咧，我觉得好多朋友有啲意犹未尽嘅感觉。咁啱啱好喺旺角，又喺旺角喎。你知道我在旺角之前在赛街表演，跟住依家可以回去旺角，我觉得对于我嚟讲系好有意义的一件事。咁咧系又有位坐啦，又有空调啦，又可以做翻我哋呢个慈善嘅演唱会嘅 part two， 我觉得好好一件事。但加场即系两场自己觉得应唔应付住四面？其实唱歌我冇乜 OK 嘅，我有信心嘅。嗰啲个信心都系观众俾嘅啫，系啦，即系都系嗰句做翻我自己喺台上面做翻自己。两场系有唔同意义噶。因为我哋呢个 part two 咧，就将第一场嘅大家最中意嗰啲歌，系啦，就攞出嚟，系啦，跟住我哋又有一半嘅新歌摆入去，同埋咧，我哋20日同埋21日嘅歌系唔同噶，系啊，即系你买少一场咧，可能有啲歌 miss 咗啦，系咯，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啦，支持啊香港青年爱乐团，同埋真系帮到一啲低层嘅小朋友，佢哋。攞咗我哋帮佢筹集嘅基金，佢就可以去学音乐啦。跟住佢学咗几年，考咗级之后咧，佢又可以教翻其他小朋友，系啦。香港青年诶，即系呢个团体，你系 keep 住都系同你合作嘅。系因为我觉得大家识咗好耐，同埋合作都好好，系啦。我觉得应该呢种好嘅传承应该一路有嘅。其实。我自己都是不断地找緊机会上台表演啦，我觉得他们多些机会上台表演都是好事。目标或想筹集都是那班低层基层的小朋友。其实他们等于我们会分回一部分的收入给他们这样。你两场都不同，看小场都不同。是会不会请什么嘉宾啊？嘉宾现在我们就。有一个小小的悬念，悬念都会有嘅。系啊，会有嘉宾嘅，不过今次嘅嘉宾是特别啲嘅。例如咧，有冇啲少少嘅透露可以话俾？佢唔系一个男嘅嘉宾。中年好声音。其实如果我请中年好声音嘅朋友，系咪好容易估呢？但我呢个嘉宾好难估噶，同埋。其实是一个好，我都未有机会想到这件事，但是是一个 很特别的合作。会不会跳舞加多一点？上次都很难得有跳舞。跳舞、这件事我又没想这件事、因为我觉得大家始终是比较欣赏唱歌，就是我是开开心心地唱给他听，他又可以跟着一起唱，是开心一点的。跳舞再想想，看看有什么歌可以啱跳，我再想想。我見你是四面台同三面台，分別你覺得自己大嗱，因為係上次咧，我哋文化中心佢有前面好多啦，跟住後面又開埋，後面咧就好高嘅，同埋好遠，我覺得有啲對佢哋唔住。咁今次咧，我哋就想開個四面台，你知麻花筍佢本身唔大嘅。咁你如果开咗四面台，咪等于舞台喺中间，前面又睇得好清楚，后面都可以睇得好清楚，咁咪好咯，系啦。我为搞四面台，你就为咗今次。系啊，你啲衣着今次啲服装，你今日都好难得罕有嚟咁着，好攰啊，好少见你。我见到佢个back drop都好靓，我咪搵翻件白色衬翻嗰个。是衣着啊，衣着其实我平时咧都会有啱嘅衫，我都会买起佢 keep 住嘅，即系等适合嘅场合去着。今次我都 keep 咗好多，等住 Sony 啊，系啊系啊，你想睇下背脊啊，净系睇下咩啊，都有嘅。好，唔该晒，多谢。